西瓜云乱新闻。耶、yeah, ！欢迎收看《新关于浪新闻》。你谁？我是叶宝儿。我是凯凯 King 的，今天不在，我要来玩耍啦！Yes。为什么每次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不在，天气不好他也不在，我在他就不在？什么意思啦？没有啊，他很讨厌我呢。没有，上次我看你们相处蛮好的、啊。真的。对。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嗯。而且今天原本 rundown 写说，我们两个一合体就会下雨。我们破除了这个魔戒，我们转运了，转运哦，是不是？而且好的，我们今天啊不是啊、而且今天这个油条待会是一个特别任务，它是一个奖励的东西，也可能是惩罚。没错，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哦，好，来欢迎、这个、报告老师，怪物啊 ！Hello，Hello， 你们谁啊？对啊，走。是一只大怪物。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凡熙，在里面饰演一个很贱的段仁豪。Hello， 我是邓玉凯，我在《报告老师怪物》里面饰演林书伟，一个好学生。哦、oh, ，所以你们介绍的时候都要这样，对不对？对啊，连拍照都要这样的感觉。被逼的，被逼的。哎、欸，电影很好看呢，宝儿，你有没有看呢、啊？有，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棒，而且里面有很多幕都觉得就是很有美感，就是它的那个画面的呈现。发霉的霉？不是啦，是美丽的美。美丽的美，美感。很有美感。哦，因为我上礼拜我看那个电影。我觉得那个小怪物还特别去装法过，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电影预告，他的头发装的比我还好哎、欸。但是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看完我找不到刘亦儿在哪。对啊，你怎么会来宣传？还是你有别的事情要宣传？你要不要宣传？我就是其实里面就有一个大概是演个尸体的样子，哦，就大家要瞪大眼睛才会发现你在哪。还是来解释一下你的恋情也可以。好吧，现在我觉得大家应该蛮清楚的啊，蛮清楚的啊，大家可以这个上网搜寻一下。关你什么事、啊？关我什么事？我们今天是怪物！哎，我一直口急耶。这个电影名字也是怪物啊，看到怪物的反应都是这样。而且我们今天是要来玩这个游戏，要挑战。我们是要边走。有四关。然后因为其实主要演员来三个，然后这个雨神队啦只有两个，所以我们边走找一下这个主人。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的队伍，你知道吗？油条队好了。不要。我们比较老，很油条，老油条。没有，只有你。好了，我们边走，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好不好？好，对，边走怎么介绍呢？厉害了。好，我们现在在这个松山的这个园区里面，大家如果想要来玩的，可以找我们，还要找报告怪物来看一下这个怪物们，好不好？然后我们有四个游戏叫做怪物不 NG， 对不对？介绍一下。有四关，然后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现在等一下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民众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然后反正因为最后输的话，会有一些惩罚。哦。但我们主要目的是要在 SM 组。怎么了？走过来一点。怪物哎、欸。我们其实是要在那个怪物展里面得到提示卡。有提示卡。嗯，赢的那一队可以得到两张。哦。输的只能得到一张。所以赢的胜率比较大。对，就可以在那个展览里面找到我们要的东西。嗯。然后第二关是怪物冲。第一关就是吼吼吼，第二个就是直直冲，第三个就是哭哭哭，第四个就是比较小，就蛮简单的。很难呢、欸，我觉得蛮难的、欸。哪里难？就什么不爱笑啊？不爱笑还好吧。而且我笑点超低的。那完蛋了。你们笑点怎么样？超低。那 OK 啊，就是平起平坐。是不是？年纪小又怎么样呢？是不是？那我们你们要找人，哎、欸，旁边好多人了、啊，好多人要找人。哎、欸，有谁想要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征求志愿者，第一个举手就是哦。第一个举手啦，第一个举手就来玩了，好不好？要被油条打啊！好了，我们今天惩罚就是，就不管了，来，被这个油条射脸好了，射头，不要射脸，因为他们下一个通告还要上。那你好，你问他们，你可不可以选择你们想要被打哪里？然后那个给他们选择，选择，你是，麻烦他自己选。你确定吗？好，自己选，你们说好了。好，我们说啊，蔡文先啊，你选，那刘爷先。工作人员说油条要断掉、啊，被打到断掉、啊。要被打断，我们接就你了。好、啊，不然就那个嘛，哪个脖子好不好？什么？什么啦？他蛮强的，对，他蛮强的。打脖子啊！你是被霸凌习惯了是不是、啊？打脖子。那你们选一个嘛，我选脖子啊，你们选什么？
哦，蔡凡熙在电影里面蛮坏的，我想听看你想要被油条打哪里？不是，你可能也会拿油条打人。对，我比较会。对，要不然打最硬的头好了，全身最硬的头。哎呦，嗯，男生硬的地方跟女生硬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男生硬的是拳头。哈哈哈哈哈哈！啊，打打哪一个头？Kid， 哎 ，Kid， 这不够意思哎，你看，介绍一下这件衣服。你看他们穿的与我们同在。Kid 精神与报告老怪怪物同在。怪物。穿一个联名的 T 恤 ，Kid 竟然不在，然后我跟宝儿竟然也没有这件衣服可以穿。他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太偏心了，特别来宾有联名的衣服。好，打头啊，那我们等下再决定。好，好不好 ？OK 啊，我们就要找那个队友。啊，太好了 ，Q 回来了，找队友。来来来，哎，找到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你就跟我们同队。同队，同队，同队。你要放水哦。他们是怪物队。啊，我们是油条队。老油条队。哎，对不对？可以吗？老油条。老油条。好，老油条队可以。可以吗？可以。你看，今天都会几节趴了。好，那我们走吧。啊，走。大家如果有在松烟附近的话，可以过来。然后我们不一定会理你，但你可以来看到我们，好不好？可以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在工作。哦，我们在工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顾及到，啊，因为网络上的朋友也需要我们。真的。你本人。好啦，赶快哦。在哪游戏？游戏在哪里？再往前走一点是。我可以不要拿这根油条啊，其实油条的油耗味是蛮重的。那你看，你吃掉啊！其实你看，哎，你们真的工作人员自己讨厌哎！你看肉新闻制作单位有多讨人厌，你看，你闻一下，你看放三天了，啊？大哥，会怕机器哦，会油掉哦。哎呀，大哥，会不会怕？再慢机会不会跑？哎，放三天。会跑什么油条啊？因为我们是老油条嘛。它快断了。哎，其实拿一拿就断了。好了。怕什么油条？对呀。好，往前走。我看到游戏了，好玩哦。我觉得他们等下应该有点错。热新闻的游戏蛮好玩。对。你没有玩，还没玩过。而且我们刚才有讲过。搓一下就硬了，好了，你先拿，都是油耗味。不是我刚才记得这个不 NG 是，如果你只要失败，交回到起点。哇，哦，我们游戏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关没有过，到第二关我们必须得退回上一关。哦。然后直到四关结束，然后就对，就一次顺利。感觉超难的。那我们第一关是，好来。重音节拍，完音训练出报告老师怪物，成功级会到下一关。哎呦，你会吗？我觉得宝儿蛮厉害的啊。好，等等，你们谁要先？后面还有，你要不要看后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底下是团队合作。好，怪物队派出的是谁呢？派一位。谁的语文能力比较好？重音王最烂。你台语的小天王，你快出来是吗？哦，但等一下念的是中文呢。蔡凡熙 OK 吗？他可以的。好，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我练偷练一下。偷练，哎，偷练，你有偷练啊？可以看着念吗？不行哦。不行啊！不行，在笑开始吗？先。所以才一早就开始。有啊，他们啊。那你们分一下，你们第一关是谁？哦，直接分队是不是？第二关是刘易儿，第三关是我。第一关凯凯。好。那我干嘛说好啊？我刚有人想叫你，好，第一关是我。难道你要去哭吗？好，那你好了，不是啊，他是三号队友，我以为三名队友。三号。那第二关就你了，第三关你了，好，然后第四关就一起的。好，我们分配完，你们分配好了吗？好，一二三，然后四 ，OK。好，那怪物队先挑战了，不要说这个我们欺负你们嘛，对不对？好，好不好？蔡凡熙加油啦！蔡凡熙先 go。开始了吗？预备，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有计时吗？有。看谁的秒数花最多就。输的就要从这关才重来，所以不要是一直累积的。好，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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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怪物。哎，哎呦，怪物，哎呦，哎呀，有问题，再一个，再一个啊！报告，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旁边人叫我们可以笑了。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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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怪物，对对对，好，对吗？对对，好，九个字哎，换老油条队。好，下一盘戏多久啊？我下一关，下一关，天哪！我操，人家会坐上去，原来是一气呵成的任务啊！要推，真的是跟你一次哦，一次一次，能推一下吗？哇，小心，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好幸运，不能，不能，不能，你要重新讲。太难了啦！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整个收音连续都我们的声音了。老师，怪怪怪怪物！这比拍电影还变态！怪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你们后面先练习一下。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好，好，下一关。好。原地，重复，我们再来吗？赶时间，太难了。报告，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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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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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有，有啊！耶！快啊！第三关，快点去！快哭，快哭！挑战者是邓玉凯，邓玉凯，是的。快点！快点！快点！哎，这个没有电影的画面嘛？没有切的，不是切的，这样。有了，这样，变态，你又哭又笑的，不能笑哦。开始哦。我现在邓玉凯现在跳，邓玉凯现在笑应该笑不出来了。我眼睛真的好吃啊！我眼睛真的好吃啊！我真的可以拍一拍两次。你啊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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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老师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够吗？三个，三个，三个，三个。切要切！哇！哎，等一下，有啊有啊！报告老师，怪物里面第一情节就是这个样子啊！等一下，太恐怖了嘛！这个有，不要闪了！大家已经在上演，让他去看一下。情况剧了。15、14、13、12、11、10，你吃这个，吃这个，直接吃了，吃了啦！谁吃了？有啊有啊有啊！天哪天！有吗？有有吗？有，看看清楚。有了有了有了，真的有啊！可以吗？可以吗？啊 ，Go Go Go Go！ 哎，不要给我笑哦！我要站第一个，我要站第一个。好笑，不敢站，不敢站。看我两分钟啊！我们怎么用看的没有那么变态，玩起来特别的变态。而且他完全就是把他前面的角色放在里面。大家一定要看这个电影啦！对啊，刚才其实已经在模拟了。大家可以期待这部电影。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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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好真是好笑，我都快哭好，这关给你，我去坐椅子，我去坐椅子。哦，可以换了，可以换了。你讲报告，我是好累死了。等一下，好，开始开始。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报，干，你来啦！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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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老师，怪怪怪物！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报告老师，怪怪怪怪怪物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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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你错了！有吗？有。这是邓玉凯直接自己切洋葱了。哎，就这个，这个的。煎这个。我觉得这一幕真的很好看。你们真的很鸡掰耶！那是 OK 的吗 ？OK 吗？加强。哎，瑶瑶，我们要反霸凌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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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根本不好笑，你故意弄我。几分钟？47秒。恭喜10分47秒，怪物队。你们可以在旁边休息，换他们了。啊？我觉得我不要吃两碗。流汗了。你要不要第一碗？哦，对，洋葱。还好吗？对，我那个也没有饼干呢，吃一个好了。好。哎，追凯，要不要吃？要从第一碗。不要，不要吃饼干。什么饼干？我比较没差，我没差。没有没有，我没差，我真的没差。我比较没差。你要看着念吗？不用看着。没有没有，我推你，你可以吗？你推我。可以啊，可以。好。开始了吗？换这个老油条队。老油条队。可以开始挑战吗？当然准备好了，当然你看他们玩的这么不怎么样嘛，十分四十七秒，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更前面的。来来来，加油一下。加油一下，我说老油条，说有有有。老油条，有有有 ，Yeah。OK， 好，来。开始了！报告老师，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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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老师，少一个怪！好，重来，重来，直接重来，没关系。好，重来啊！季姐，顺便重新啦。报告老师，怪物！报告报啊，很难嘞！报告老师，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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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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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快点！带有这个自动刹车的办公椅，拜托你了。哦，龙雪玲出档哎，有，不行啊！哎，很难呢。报告老师，怪物！快去！啊，这念完了。哎，自己在往这旁边来，一二三。同学，你哪档啊？哪档啊？都要哭了，同学，你想想我们，星光娱乐新闻，多么辛苦，要哭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看有看近，有一点点，好，观众说没有没有。我现在手上都是油条味，加上一堆洋葱。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报告老师，蔡满清，你要不要教他念一下？老师怪，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怪物，报告老师怪物。Go！ 不要叫他教我，他就是来搞混我的。再有吗？有了有了有了，他不一定哭得出来嘛。我是你啊！妈呀！谁要哭？我跟你讲，同学，谁要哭？我跟你讲，当口红画一下。我已经吃了，他已经吃了，你怎么怕了？啊！哎，我没有了。没有，哪有？有吧，有啊！不要哭，不要哭，怎么了？没有啊。六、三、有。好好停停住，给他看。一、零。没有啊。没有，没有。再来。有吗？你们看在哪里？你们看，你们看啊。有没有？有了。没有吧？没有。不是汗，我这个不流汗。他说镜头有看到有泪，哎。有泪是不是？好，go go go go， 一起看，然后关笑。这什么难吗？我觉得，你知道。看呀！同学，那么想哭啊，同学，他笑了，对不对？好，恭喜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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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工作人员超变态的。霸凌同学的蔡白银机，报告老师怪怪物，报告老师怪物，报告老师怪物，报告老师怪。现在看直播人不要觉得奇怪啊，我们不是口气，我们是在为挑战游戏，好不好？怪物不能去 go， 送我，同学。没有落地，我自己来，他自己切。我到底要什么用？我觉得这位同学也是蛮可怜的，刚才路边被我们抓来要切这个洋葱，在松山园区这个切洋葱呢，就是你了。这个怎么会哭？你会去看这个报告老师怪物吗？我知道用吃的，是不是？会吗？不用那个，不用了。不用，他现在非常的专心啊，好不好？吃芥末啦。可以，有吗？没有啊。有吗？有没有？也不是你。有，他说有，他超过镜头有。镜头有吗？镜头有。小小，好笑，不可以干扰哎。你要不要笑？好，最后一关，不爱笑。不是老油条，不能被那个新生代的打败。我们是不会被我打败的。
同学只想油条扎在你的头上，那是多么的难堪。你其实黑胡椒粉已经占满了我的鼻腔。不然我们要再打油条。完了，这位老师感觉战斗力非常的坚强。加油！有，yes！ 你们赢了，九分钟。老油条队，我们来做一个胜利的欢呼。我说老油条，你们说有一样啊！老油条有 yes！ 啊 ，yeah！ 怪物队，怪物队，霸凌同学，不会赢，所以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结果没赢啊 ！Yes！啊，然后有什么那个提示还是什么的？呀、我们可以得到两张提示，输的可以得到一张，然后我们赢的队伍可以拥有在里面寻找一分钟，然后他们是30秒。30秒。对。30秒，好。要寻找什么东西？你们不要被他们偷看到。哦，不能不能偷看到。看到了，夏威夷。那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国际级的怪物。好，所以我们往那边走。Okay. 所以提示是我们是要找一个怪物跟一个人，一个人跟一个怪物。他会不会是合体，是人也是怪物呢？哦，所以有两个东西哦。对，所以是两个东西，不要搞混。怪物跟一个人，一个人吃人的怪物，一个怪物。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到的是 SMLS 做的展。在这个松山，松山成品文源文创的五号仓库，干的干的给你，有沾一些胡椒粉，好不好？然后这个展呢，这个展它其实就是在韩国非常的有名，然后流行，它是起源于一个动画。然后大家对他的了解比较多，是因为他之后出了一些公仔。哦，公仔。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海外，然后举办大型的展览。哦，我们进错了，我们走到出口了。哦，这边进，这边进。哦，这边进啊，没事啊。好的 ，SMS 哦，Echo。就是，然后这次的主题就是旅行。他们已经来不走了，走了，走了。他们迫不及待，因为他们只有三十秒了。怪物队只有三十秒可以找这个。我们现在直接进去了吗？直接进去。那个门那边，拿你们。28对不对？真的假的？就28。你现在鼻子还会不会那个刺痛？不会啊，不会。好了好了。28。超热的外面，现在很舒服。这个念这个口诀有没有技巧，蔡文琪？没有，我每次都是多一个班就少一个。在宣传。所以其实这次念的是最好的。他们先念，他们一分钟。我们一分钟。对，可是你们现在可以去旁边先讨论一下你们的仪式代表什么。好好。那二八是找人还是？他们先。人跟怪物都要，两个都要找。都要。来来来来，人是真的人吗？人是真的人。怪物是里面的那个。那二八是两个的提示。对。两个的提示哦。就是你只有一个的提示。哦，一个的提示，另一个名字。另外一个，他们有两个的。了解。二八是怪物。那你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们的是什么？他们是大约几个？28岁。我觉得应该是一只怪物身上有28这个数字，因为很多。没那么简单呐、没那么简单。8+20，我刚才没有看到十。再来就是换他们的另一个提示，叫全职当卧底。什么？我看到了，是夜景吗？夜景对，然后一个那个夕阳啊，夕阳跟那二十八，找一个人一个怪物，啊，会了啊是什么？进去看才知道啊！你们先进去。我们先进去。哎、欸，他看到我们提示啊，虽然那个提示也没什么用。
你可以想象到那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对啊，三十秒跟六十秒，给我六十分钟都找不到。我们进去要找到一个人，然后跟一个会吃人的怪物。哎、欸，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只怪物嘛。好。对，然后我们要找到那一只，其中一只。你们一分钟呢？你们先。好 ，Go。那你们要那个不能偷看他们在干嘛？哪个啊？我们要走旁边是不是？你们先到旁边。你可以讲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你们好，计时开始哦。我想知道那个号码一定是怪物的那个号码。编号，你看17 06 806 05，有些怪物没号码。哎，他就没。找一个人是找谁？找他的发明他们的人吗？这边有号码，可以问他吗？怎么样？有没有28号的怪物？那你来这边干什么？ Oh my God！ 好，60秒，不要浪费时间了、啊！快点，要跑了！够够够够够！没那么过去，没那么过去。那我知道了。Come on！ 那我知道了。哪里？宝儿带路。宝儿带。是不是人？哪个人？真的人吗？是真的人。哎、欸，找到人了！哎、欸，是郭靖吗？不是吗？哎、欸，不是吗？哎、欸，请问一下，还剩5秒，找到这个怪物。有这个怪物吗？有这个怪物，黄色的，去找黄色的，一分钟到了，一分钟到了，橘色或黄色，再找一个吧，28，赶快黄色，可是它是鸡眼，可它一分钟不到了，一分钟到了，就那个，随便找一个，说是等下再，那就那个黄的，还有那个铝面哦，那就黄的，我觉得不是鸡眼，是鸡吗？好，你讲，宝儿。28步不一样。好，你们快点，随便找一个人是谁？人是谁？那个，这个黄色的。不是，不是。也不是。随便，快点来。随便，宝儿决定了。好，就外面那只鸡了。时间到了。好，时间到了。你们要跟镜头说，你们觉得人是谁？怪物是谁？哎，不要，太过去，被他们听到。偷偷的。我们老油条队决定的人。人是郭靖，为什么？因为什么没有发他来，他在这边怪的。你们是有那个，你们不是有提示吗？我觉得这提示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好，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好，那你们为什么哪一只黄色是哪一只？我偷比一下，外面那只鸡。好，哪一只？黄色的鸡，左边。因为刚郭靖说没有那么里面。你说大只的那一只吗？嘴巴尖尖的那一只。对对对，没有鼻子尖尖。鼻子尖尖的那一只。好，那我们出去看看吧。好。你们只有30秒。好，30秒。我觉得答案蛮简单的啦，真的蛮简单。好，看你们的表现了。好。计时30秒。快。下一个天亮，那你唱。等下一个天亮，把我去看海的照片怎么送我好吗之类的。没关系啊，我们蔡凡先好好演戏就好了，好不好？好好演电影，不要来干涉我们的歌手的路，好不好？什么送海的照片送我好吗？好了。
啊，看台的照片送我。啊，送台风。哎呀，我想你本人唱。哦，本人唱。哎、欸，好巧、哦，有一支麦克风哎、欸。麦克风。什么意思？现在？而且还有回音要调最大吗？音乐。对啊。而且还不能调调回音，回音在哪里？回音在。是这个吗？回音。回音也有。也有。纳卡西的感觉。你不会是让我从前面唱吧？我们现在还有多久？有些时间，很多时间，很多时间。这种感觉很奇怪。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开开唱。下一个，这是 Ricky 啊。歌词太高了，郭靖唱。宝儿也想唱哦。好的，谢谢大家，下一个听量，谢谢，来进行掌声鼓励鼓励。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在这里遇到郭靖。对啊，你怎么会来这里？其实我是这个年年怪物展的这个，应该算是。导览人这么说，导览人员 对，因为其实，在那个七月的时候，这个展就开始，然后一直到9月27号，然后就先带大家来浏览一下里面的所有的 Sticky Monster， 然后因为里面非常多可爱的怪物，很撩人，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暑假期间呢，然后看看我们的报告老师怪物，然后也来看我们的年年怪物展。嗯，哎，那我想要有个疑问，是我们的第二个提示，然后上面是写黄色的28，所以你们找到的是，我们找到的哪一只？是那一只。郭靖一定对这些怪物非常的了解。是这一只吗？不是这一只啊。但是说类似这个形体以及这个颜色是没有错的。嗯，它是唯一会吃人的怪物。唯一会吃人的怪物，因为其实。你说谁猜这只？那他们刚才猜哪？怪物队吗？他们猜这只，他们是不是被逼急了，所以才猜这一只？这一只是怪物吗？还是它只是一个 logo？ 你们仔细看，仔细看，再给你们一分钟，仔细看，好，先走出来。有去哪？有去哪？后面。太难了，没那么后面，没那么后面。黄色啊，那然后呢？黄色28，因为他28岁。他二十八幺，他第28个。他到底是什么？怎么分是？宝，你刚才猜哪一只？我刚才猜那只，他猜到橘色的大只就不对了，真的是黄色的，是黄色。是的，所以答案是第28只吧？28岁。就是他没有错，但是为什么28？是因为他28公分。报告怪物，太难了吗？这都在为难人呢，真的是28公分呐。28公分，他是唯一会吃人的。对，这么凶的。全场唯一会吃人的就是他，跟刘亦菲比起来，真的可爱。真的，他好可爱哦。我看刘亦菲可爱多了，因为在刘亦菲在电影里面的那个表现非常恐怖，就到了下了戏之后，到宣传才知道是刘亦菲自己本身主演大怪物啊，太恐怖了。所以是怪物队赢了吗？哎，对，是怪物队赢了。耶！可是大油条，那在时间之外的不是？时间之外。不然这样啦，因为你看，其实制作单位买6条，郭靖。不然这样子了，出来一点是不是，被怪物挡到了。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一人派一个出去，这公平吧？公平吧？那郭靖队就派郭靖啊，我自己一个人一个，派郭靖各打你们一人一个好了，可以。哎呦，那个工作人员也派一个出来被打，因为油条太多打不完，然后现场的朋友再来一个。为什么会有油条啊？因为我们是老油条队啦。对。要呼吁一下，展场不能吃东西。哦，展场不能吃东西，近代外食。我们这是武器。硬要说，就先各派一个，各派一个。我知道你们派谁。哎，真的是被霸凌呢。哎，好，你们是还没下戏？对啊，还没下戏，对不对？还没。
还在霸凌，对，还在霸凌。要的那边那去拍，没有，因为你最有能力，我们只能靠。那我们这边也要派一个凯凯。我们下戏了吧？去外面打，对不对？不要影响到展览的朋友，对不对？大家有空可以来这个。没错，因为这里面真的是不能带食物啦。食物，对。而且不能拍打怪物哦，对。那我们介绍一下怪物展里面有什么。那我们先介绍完再介绍完，好，出去之前介绍完再，这是 Sticky Monster 十周年的展，是他们首次海外的一个大型展览，所以里面有他们从2007年开始呢，所有他们可能跟很多商品的合作啊，还有他们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公仔的原型都有在这个展里面，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看他们的十年以来的所有的经历过程，而且非常疗愈，就是欢迎大朋友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看。我们讲一下正奖。好的，哦，这次奖品非常的丰富，我本人不太想送给大家，但是呢，对，就是你们会获得有10张的海报，然后以及10张的这个门票，这次展的门票，然后还有一个是水壶，这个水壶我本人也很想要，这个只有一个，这个网络上很红，对对对，只有一个朋友可以得到，那就是我本人，自己拿起来，太想要了这赠品，对对对，就是看有缘的观众朋友可以得到，问题是什么？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展在哪里展出跟时间？哦、oh, ，就是这个展呢是在哪里展出，以及时间是几号展出，是几号到几号吗？几号到几号？几号到几号的展出时间，就欢迎大家就是回答之后，赶快偷看。哦，这上面有哎，赶快偷看。想要在直播下面留言这个题目的问题的答案，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海报或者是展览门票。Uh-huh, uh-huh. 好了，不能看太久。哦、oh, ，太精彩了。Yes.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电影也要宣传一下咧？没错，是的，我们这2张票要送给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哎呦，是我本人吗？不是，怎么这么好？不知道神秘嘉宾怎么会送给我？我们因为比较神秘，比较好像比较好。你霸凌我们，蔡凡熙又再次的霸凌主持人。而且你们主持人没有骗，你们刚刚玩游戏玩很久哎、欸，真的，所以郭靖等很久了。哈哈哈哈哈，没有错。我玩那么久，既然一张电影票都没有。我们两个，我们三个陪你去看的。哦，这个最厉害了，我们第二刷了，好不好？那再3刷，好好三刷。那我们去看几次，我们就跟你们去看几次。好 ，OK， 好，那我们先到外面，然后等一下再让我们电影宣传，好不好？耶，郭靖要去支持这个电影。报告老师，怪物！有网友在 Q 一下，就是这个展的时间。时间。他们没听到。我没听到。好的，这个展的时间呢，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27号，在我们松烟的5号仓库，欢迎大家来看哦。好了，不能多说了。不能多说了，不然大家都。不然就大家分享这个直播，大家就可以多看几次啦，好不好？我们到外面进行这惩罚。最终极惩罚。怪物现在上映中哦，28号就上映了，今天31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非常的好看，真的非常的好看，很好看的电影，超级好看。28号就上映了，然后现在随便抓一个路人来问好不好看，来来来，过来，这位小姐，请问报告老师，报告各位好看吗？啊，好夸张，好夸张哦，好尴尬，好尴尬，高也好看啊。外面、里面2样情，好不好？你们还有10分钟。10分钟，我觉得10分钟这个惩罚之后惩罚，我跟这个邓玉凯实在太不公平啦、啊，对不对？哎，对不对？邓玉凯，怎么？你有什么意见？我有意见，因为你刚刚都没笑、欸，哎，就你们两个笑，然后我还要被打。对啊，你看帮这个网友谋一下这个福利嘛，对不对？大家一定想看。差不多是平手、欸，哎。我们是时间到，他们10分47秒，我们。不是啊，我是说进去里面，你们两个都没有找到。哦，对，我已经乱了，因为回来我只是玩到前面的游戏、啊，后面是几乎都快要找到了。对啊，所以，28公分怎么可能找得到啊？你骗谁啊？对啊，是啊，对啊，这些都不是看不懂的。因为你们前面是你们赢，可是里面是他们赢啊，是蔡凡先找到那只，对，那一只怪物、啊，所以你们要不要最后终极 PK 一次？好、啊，刚刚那里选一个，好哎、欸，选一个推车好不好？推车，哎、欸，推车。选一个，就是不能刹车，不能刹车，就真的是脚不能动哦哦，哎，有这种足球最后 PK， 因为大家都平手嘛，啊、就是足球的那种哦，好不好？好，拼输赢，然后这里全部都
可以给你们用。我一起起打，这里，这里哦，这一根可以给我。这位同学叫思思，好不好？这是我们的思思，没有很多种，就他这一种最毒的思思，就是他了。来这边，好，来走。玩转椅子哦。这种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我才刚从玩很大回来，感觉又上了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玩很大。哎，那我小弟弟要玩呢、欸，弟弟要玩是不是？太好了，还是我们要从那边换人换人呢、啊？还是我们转圈圈？怎么没转圈圈？然后最后面啊，然后嘞没有吐的。他真的很坏，他坏透了。他真的坏透，你看他表情，你刚才再讲一次。坏的。怎么样？玩什么游戏？因为我们在坏一点，对镜头使坏。转圈圈，然后走到最前面。没有吐的人就赢了，就赢了，知道吗？郑宇凯，我们玩个游戏而已，不用这么认真。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们还是玩这个好了，这个比较简单啦啊。老油条队不希望太多的这个翻转的动作，就是不可以。我们游戏规则就是不可以刹车，就是自然，就像推啤酒罐一样，就自然看谁。看谁，不然不要跟推得远啊，推得远，推得远，比推得远，要不要 ？OK 啊，比推得远 ，OK。不行啊，他太瘦了。那你在说他、啊啊、你在说他嗯啊怪物要吃掉你了吃掉他没关系我就是胖没有好怎么样可以吗好可以、啊、okay, OK 推得远远的或在或远的或在格子都可以好就远的远的啦他们选怪物都选远的怪物都选远好那就远给你们先啦、啊、比我瘦你们先我们先是不是你先你剪刀赢的先来赢的赢的后赢的后好来赢的后不我觉得邓玉凯在上面基本没有，我们两个力气远的，他力气比几公斤？五六十。好。啊！我们一起，两个一起推啊！远的，哎，但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注意安全了，因为是推远的，好不好？我要抓好。推远的。推。嗯，好吧。你要抓好。他怎么样让他？你不要推那么远。那我要怎么样做？我刚才推到那边去了。那他如果倒了，或者是什么？他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倒了就输了。会倒，不要让。但是要想象一下你们油条在你们头上的感觉，好不好？你俩一翻，我会往不能碰地哦，脚不能碰地，小心安全。对啊，小心安全为主。好 ，Let's go！ 哇，好险！喂，好强哦！好好，这条线穿后面吗？我站在这里。好。哎，怎么胶带马上就出来？我们不是变了一个规则吗？我这个游戏才刚开始。好远哦！四面，你们自己，这个还就是怎么办呢？你打，没有我打，你现在可以报名别人，你可以用卫生纸，你刚才用卫生纸抓起来打，一人一根，他们可以用卫生纸，一人一根，抓起来啊，他们是怪物哎，你们一人一根，一人一根打一个，这里还来来来，刚才是说打后颈对不对？后颈哦，是吗？是吗？你们想要被打头？哎，进阶巨人是砍后颈会死哎，怎么打啊？就是怎么打？你们示范，分享一下来示范，这样。对对对。你打他的那个。拿拿油条也是一个。可以吧？打这应该可以吧？你打他那边。网友说你打前霸的心情啊。打前霸的心情。哎，等一下，我梦过这个画面。你梦过现在这个画面？现在这个画面。什么画面？我拿油条，然后这样子。怎么可能？有真的真的真的。油条哎！怎么可能？真的啦，真的你上戏了是不是？哪一部剧的剧本让你有这个？以前又上戏了。哎、欸，我真的梦过，好好算了，没事没事。你也兴奋对不对？现在对，好，一打一，一打一啦，同学，你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邓玉凯这个瘦的就交给你。我一定看起来超弱的。我好心对待你的。来吧。邓玉凯要死坏，打后颈或头，你可以选啦。啊，后颈是不是？好。哦，有，其实还好。对。哎，可
这有点红哎、欸，这边、哦、怎么红了？我有刮痧啊，他去刮痧啦！还以为邓玉凯这么大力的哦，会痛吗？还好，还好，对，好，太好了，厉害，邓玉凯把他打断了。接下来就是宝儿，宝儿，好来，你用力一点，我怕你呛虾，先呛虾，宝儿先呛虾了。我呛，我试了，怎么呛？把头发弄起来，你就当做自己是怪物。好，好可怕！我为什么说这种话？我为什么说这种话？我可以保护你吗？就是我，你偷偷的。好大力哦！他根本没在客气的，他比邓玉海大力。很快耶你！有痛哎、欸，是吗？都是血血，很痛吗？ Oh、不会，可不会到很痛，可是有痛。他超大力的，你看。我以为有脚不会痛哎、欸。那人好。对、欸，但是演一下，演一下。要演当初挂，哎、欸，给你自己塞一个台词，然后为什么要用油条打他？这样。塞一个台词啊？对，就平时你这么爱吃油条，或者我平常那么油条。他先剃光头。哎、欸，我怎么有点软？你那颗有点软，我有点尴尬。我看到你那我面前这样晃呀晃的，你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才20岁吗？这位同学，换一根，换一根，换一根，快断了。换一根，硬的，好，来，欸、好硬哦，很硬的。哦，这边台力。哦，硬的比较痛。招牛，我要打他吗？因为打你好玩。啊，乐趣。啊啊啊！超大力的！不能吃啊！要放三天了。吐出来！放三天，真的放三天啊！对啊。你天！哦，哎、欸，很大力耶！真的哎，而且哎、欸，那画面蛮好看的，而且爆油的。那画面是这样爆出来的。哎、欸，你很会，就好玩啊！为什么要打你？就好玩啊！要不要宣传一下电影？哎，报告老师，怪物已经上映第4天了，没有看的朋友赶快去看，赶快去看喽！很好看哦，三百集，还有3分钟。好、哦、好哦，你还有看完电影是不是映后座谈啊？你们映后座谈有你们讲一下你们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啊好，好，我呢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哦哟，就是在学校自己说自己是风云人物。没有在戏里的，戏里我戏外当然不是啊，对，戏里就是风云人物，然后会欺负他，会欺负人，把欺负别人当成一个快乐的事情来做，所以里面会看到我越来越变态，越来越变态，越来越变态，变成一个废物，对，废物，最后变成一个废物。好，那我呢，就是饰演就是被老大欺负的人，也被全班欺负的人，对，然后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不要像他一样，对，进去看的朋友们，你们会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被吓死，什么东西啊？会吓死，小心一点，不会吓死啊，不会吓死，没有啦，这不是恐怖片，这不是，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片，也不温馨啦，后面超级温馨的，所以希望大家赶快去看哦。对，这部片呢，除了是有点有恐怖元素，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剧情片，所以呢，害怕的人进去看看，一定会不会让你们觉得睡不着觉？睡不着的话，你们就去找邓玉凯吧，叫他出气，没有没有，真的很好看，对，不然。拉一个观众，是有看过电影，是有看过，是有看过电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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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个好不好看？影友，嗯，非常好。5分打几分？跟他讲，5分打几分？打几分？恐不恐怖？我可以打10分吗？10分，耶！恐怖恐怖不恐怖？对不对？100分。对啊，那你要给镜头一个赞，赞。呼，哎，这会有那个什么映后会有那个什么？会映前映后都有。哦。有一个座谈会，报告老师怪物的粉丝团里，粉丝专业上面，然后去看，我们就这几天我们都会去各大戏院的映后，映前跟映后，对，跟大家说明，你们看完电影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映后，哦，周末会到中南部哦，所以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太沮丧，对，我们会下去，然后跟你们讲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为什么你们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我们，然后都可以在报告老师怪物里面的粉丝专业，粉丝专业看到我们的消息，对。最后我们有一些赠品的部分，就是你在回答这个怪 SMLSOPO， 什么？刚才是什么？年年怪物展。
即日起到九月多都有上那个展出，就是上网要找一下，是的，然后你回答到9月27号，回答下在下面会有内容，时间跟地点，我们就会送你水壶或者是展览的门票，然后或者是海报哦。哎，是的，还有一分钟，最后一分钟那。大家支持那个报告的怪物是九把刀的作品，然后那个主题曲非常厉害，是831乐团我们好朋友哦创作的，然后听说词是九把刀填的，对不对？哦，也很好听。张俊凯会唱？不会，来唱两句副歌。唱两句。有啊，不是我。唱两句。有啊。唱两句。有啊。我觉得张俊凯不管做什么事都感觉被霸凌一样啦。对啊，我很可怜啊。有啊。快点，快点，一起摇啊，一起。副歌叫来，朋友一起。快点，你先唱。好朋友，坏朋友。像飞哥。